就是有一个父母问，他就说，这个神经反馈的治疗对抑郁症和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多动症的效果如何？还有，就针灸有效吗？这是他的问题。您。针灸有没有对抑郁症有没有效？这个没有结论，我也没有听说过有人用针灸来治疗抑郁症，但是从我刚才说的这个循证医学的理论来说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个针灸对于抑郁症的治疗这个临床上的一个实践，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依据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种心理治疗，一种什么眼睛的，李老师你刚才说的还有一种治疗方法。没有，他就说是他那个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多动症，他就说抑郁症和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多动症的，就是有，他前面他就说神经反馈的治疗，叫做，他这个单词是 neurofeedback，神经他说反对，馈的，神经反馈的治疗，也算是一种psychotherapy，就是说，它通常会，就是说，它的治疗通常就是说，来给你一些刺激，比方说，跟你有一些对话，然后来观测你的眼睛的运动，用一种仪器来观测你的眼睛的运动的频率、速度和方向，可能呢就是有一种生物反馈，就是说有一种比较客观的证据来表示你这个人对于这些谈话的内容的一些反应，所以说根据你的这些反应呢，会提供一些适当的一些干预，语言上的干预，来重新的来再来观察你这个眼睛的这个运动的规律，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眼睛运动的规律作为一种反馈的一种信息来比较客观的来追踪你的这个这个应该还是就是我还是听到有一些人是在用的，但是至于抑郁症的效果呢，可能没有我刚才提到的两种方法有效。好，谢谢王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给抑郁症孩子用 Costco 买的 5-HTP 吗？所以说，有很多的人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食物的替代品，就是 food supplement，对于这个药物，对于这个抑郁症治疗有没有效？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临床的研究证据表明，任何的一种非处方的药物，对于或者是非处方的食品添加剂，对于这个抑郁症有比较明显的疗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好。